下面请您欣赏相声《闹公堂》，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要不咱俩下去吧？行，就当是说完了。观众非常的热情，是节目一场接着一场。刚才这个节目叫做《黄豪楼》，什么？黄豪楼啊？还豪楼还？那黄鹤楼？黄鹤楼，传统的节目。对对对，烧饼曹鹤阳，嘿，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多卖力气。这个节目很卖力气，是二位说的也很好。对。那这个节目呢包袱也多，哎，二位扭来扭去的其实不好来，扭来扭去叫什么包袱？下去休息休息。是是是，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哎，换上我们俩了。说实话，今天我们即将表演的这个节目没有什么包袱，就是不扭啊，就是没有关系，您想上厕所呢您就上厕所，哎，想出去抽烟呢您就出去抽烟。对，等我们这场说完了您再过来，后边有更精彩的节目。对，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啊。我叫岳云鹏。是您。是一个小学生。您挺客气的。有认识的朋友也有不认识的朋友。对对对，小介绍。嘿，这位老师啊，你介绍我。他叫孙越。哎，是我。说相声的。对对对，提起他来大家伙不太熟悉啊。没人知道。提起他的姥爷来家喻户晓。老提他。他姥爷李文华，李老师。是是是，想当初给姜昆捧哏的那位老艺术家。这是李文华的外孙子。哎，是我。这孙子说得很好。啊，笑话！我招你了，我就这孙子我。什么叫这孙子？我招你了，夸你呢。哎，孙子是夸人啊。那这位老师，好好说。这位老师，相声说得很好。是吗？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哎，人家都不会。哎，现如今这样的演员不多了。对，这样的演员全都上春晚了。咱这个节目也有包袱哈。哎，那咱这个节目打官司，你最后得说得很好。哎，是吗？都会四门功课。哎，可是据我所知啊。是吗？您的上辈上一辈不是干这个的啊？不是说相声的。孙越的父亲郭老爷子。哎，想当初。像话这都怎么了？哦，孙越的父亲叫姓郭啊，像话吗？这怎么回事啊？这话谁说的？这不你说的吗？孙越的父亲郭老爷子。啊，嗨，你误会了。我误会了。你的父亲姓孙。那怎么？那郭老爷子什么意思？叫郭，孙郭。哎，我爸爸叫孙郭，素的，没听说过俩姓搁一块儿讲话吗？孙郭。哎，没有没有没有，就说他的父亲。想当初啊。哎，别捂你啊。怎么了？都这名了就别占便宜了。我胸口疼。嗯，啊，我胸口疼你捂那儿知道吗？他的父亲，哎，孙老爷子。孙老爷子想当初啊是一个唱戏的。哦，戏曲啊。啊，怎么了你？真的。这真的怎么了？刚才这个人也唱戏，他父亲唱戏的，叫烧饼，叫不是哦，孙锅烧饼。有什么牌子？确实是唱戏的。别胡说。京剧是吗？国粹。哎呦呵，人家就别国粹了，就你还国粹呢？国什么？国粹。粹丝袜粹。国粹。对，您这脑子让人脆了。唱的好极了。是吗？想当初啊，给一个军阀唱过一回堂会戏。哦，当兵的。得到了军阀的赏识。是吗？军阀很高兴啊，揪了他父亲的脖领子啊，高兴。老婆干嘛？高兴啊。高兴就打人啊？赏的。赏一嘴巴啊。哎呀，这个小孩唱戏唱的是真不赖呀。哦，你们家乡话这是。哎呀，你们这不出军阀我记得。叫他唱戏取菜了吧？哦，取菜了。给他个县长当当吧。什么县长？
唱戏唱得好就当县长啊？不是什么县啊？高压县。哎呀，那什么府啊？臭豆腐。哎，这县好不了这个。高压县臭豆腐。哎呦，当了县长了。是吗？可是，在过去当县长可不是一个人干的事情。怎么呢？首先说得有一个压寨夫人。对了，压那会儿呢？哎、等等吧，他的父亲还压寨夫人，当土匪的了，这是。怎么叫土匪呢？掌印夫人。掌印夫人。对对对。当初他的父亲还没有媳妇儿。哎呦，这可真别扭。怎么办？是吗？借一个吧。对了，这媳妇儿有借的。临时借了一个。哦，临时的。就是你现在的妈。哎。啊，就是转正了。啊。还临时干嘛？知道是谁吗？我。哇塞，你不知道、啊。哎，这不是劳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不知道是谁 啊您好好，您说好人啊，您呢？周旋啊，周旋生出这样的人，这像话？我妈周旋啊，演电影的、是吗？马路天使啊，对对对，歌唱的也好啊，有四季歌，是是是，唱的好听极了，是吗？我给您小小，您小小我妈啊，怎么唱的啊？是啊。这掌是姑给我妈的啊，你可别高兴。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噔里个里个里个噔。好，四季歌，是是是是是，他母亲周旋唱的、啊、是吗？他父亲得找着这个周旋呢、啊、得跟人说两句 得跟人说说。哎呀，亲爱的周小姐，这就亲爱的了，我要当县长了，是你能给我当媳妇吗？对，嚯、哦、真直接、每个月管吃管住还有工钱。哎呀，这外企这算好吗？啊，周旋说了，说什么呀？中、哎、这唱歌可是普通话啊，种都出来了，就同意了。我像军阀老将呢，我的，妻子有了，媳妇儿有了，还得有一个师爷。哦，师爷在北京找了一个，北京的，唱竹板书的，哟，叫关顺鹏。哎呦，想当初啊，关顺鹏、关顺贵，这是哥俩，好能耐，都唱竹板书。是是是，竹板书唱起来很好听。是啊，我再给您学学啊。您来了，竹板书，咱听听。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章。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归正风，是才间唱的本事半步参书，前后七过段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头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头忘了我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啊，奉行在座的众民工，因为的热闹更好听。好，正好听。竹板书，是你爸爸得找着这个关先生啊，啊，得跟人说两句啊，得攀谈呀、啊，亲爱的关先生，哎，怎么都亲爱的？我要当县长了，是是是，你给我当差行吗？当差，每个月管吃管住还有工钱，跟我妈待遇一样。关顺鹏得回答他呀，是是是，什么中？哎，这是老乡啊，这是同意了，都是中。师爷有了，师爷有了，还得有四个底下人。四个什么人呀？喊堂的、带案的、掌刑的、回事的，这么四位。这有吗？喊堂的在天津找着一位，天津卖药堂的。我卖药堂的，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是脖子上挎一个玻璃盒子，玻璃盒子擦得干净，里头有各式各样的药堂。哦，走街串巷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是吗？嗓门也高。来来，我给您笑笑。笑笑怎么唱的啊？卖药堂哎，谁还卖我的药堂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卖的卖，烧的烧，卖药堂的又来了，吃了么的味儿啊，有了么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儿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堂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好，正好听。他嗓子好，是是是，所以要让他去喊堂。喊堂，你爸爸找这位卖药堂的啊，得跟人说两句啊，得交代交代。麦先生啊，麦先生，不是卖药堂的吗？我的麦克逊呢？我的，杰克逊、
那个麦克逊花园呢，还我要当县长了，是这么高兴啊？你给我当差好不好？好啊，每个月管吃管住，还有工钱，都一样。这位得回答他呀，中，中，腿好了呀？哎，这天津人腿好了。是天津人吗？这个人家同意了，哎，同意了，喊堂的有了，是还得有一个带案的，带案的，在北京找了一个，又是北京的，拉洋片的，拉洋片，嗯，小金眼儿，哦，大小金眼儿，大伙儿啊，不会看他的洋片，那怎么呢？听他这个唱，哦，好听，唱起来很好听，是是是，我给您学学啊，小金眼儿，再往里边再看哦，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传了十六帝哟，末帝崇祯哦，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哦，米贵如珠哦，家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无钱的人家卖儿童哦，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苍苍怎么冷冻苍哦，出了位英雄哦，叫李自成，哎，还真像拉洋片的。是你父亲找人，你也得跟人说两句啊。还是交代你点事儿呗，拉先生。哎，嗨，叫什么拉先生？杜拉拉。杜拉拉？不是，没有。拉洋片的。哎，我要当县长了。是，你给我当差好不好？管吃管住，还有工资。我你熟啊？废话，你说几遍了？管吃管住还有工钱啊啊，行不行啊？行吗？这位得回答他呀。啊，腿好了，中，可以。哎啊，这是北京的，可以啊。你们猜不着。哎呀，这个别说这个，拉洋片的找着了。是，还得有一个掌型的。掌型的是得有力气。哎呦，在北京找着一个干什么的？跑旱船的。哦，跑旱船的。现在没有了。是吗？过去还有，有劲儿。一般都是外地人，男扮女装比较多。对 对, 对，他也吆喝，得吆喝，吆喝起来好听。是吗？我给您学学啊。您来来，怎么吆喝的？怎么吆喝？大年初一讨了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搀起呀，走上前的拉一扇，伸出掏出压岁钱呐，恩爱哟啊，姨奶同把你拜的什么年呐，吼嘿呀，啾啾啾啾啾啾。嗯，我看出您也是男扮女装，嗯。去你的吧！哎，这个，这就别水溜达了。跑旱船的是找着人家了啊，得跟人说两句啊。那甭说了，你说他怎么答应的吧？中，可以，腿好了。跑先生，跑先生，我要当县长了。哎，非得说这套，你给我当差行不行啊？管吃管住还有工钱。对，哎啊，这位得回答他呀。对呀，说吧。嗯，哎，现琢磨呀。Yes。哎 ，Yeah。这都跑汉船了，就别说英文了，就答应他了。是是是，哎，还得有一个回事的。回事，嗯，不好找。是吗？就没有回事的也上不了任呢。对对对，这怎么办？缺一个人，大街上找一找。大街上找，你还别说，啊，大街上真找着一位。找什么呀？叫街勒砖的。什么叫叫街勒砖呀？要饭的。哎呦，手里拿一板砖，是见人就喊。哎呦，光着膀子 啊, 啊，大冬天光着膀子，手里拿一板砖，哎，要饭，见人就喊啊，老爷。哎呦呵，太太。发财哟！哎哎呀哈，这都拍子了，这都勒上了，显得特别的可怜。是是是，他的父亲心生怜悯。哎呦，过去赶紧搀起来吧，可怜人家。起来吧，爸爸。对，哎呦，这等等，等，像话吗？合着是我爷爷要饭呢？什么叫起来吧，爸爸？什么意思？他的内心活动。对了，没有这内心活动，还内心。像话没有，心生怜悯，怜悯没有叫爸爸的啊，好吧，不就就完了？怎么要了饭了？哎呀，老爷，哎呦话，当然人家不是我这个猥琐的模样啊，啊，对你比他猥琐，嗯，老爷，哎，没办法啊，没办法，没得吃，哎呦话，没得吃，没得吃啊，啊，跟我吧，跟你，我要当县长了啊，给我当差吧。是每个月管吃管住还有工钱，你管吃就行了，好不好？嗯，走吧，走吧。这位得回答他，他怎么答应的呀？啊？怎么答应的？用您，哎，用您。怎么？他说，嗯呢，嗯呢，就是东北。啊，我就听你怎么说，怎么答应的？
你要蹦出日本话了，我就抽你。你怎么答应的？很简单。啊，怎么简单？好吧。没意思这。哎呀，嚯，一声汗就出来了，别怕了，吓死我了。人马齐了，是上任吧？你还别说，上任三天，真来了打官司的了。哎呦，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哎，你爸爸接过状纸一瞧，嗯，原来呀是一桩花案。什么叫花案？就是风流案。哎呦，原告啊，你可能听说过。原告是唱京韵大鼓的，叫白云鹏。哦，老白先生啊，《红楼梦》的段子最拿手。对对对，唱起来好听极了。是吗？有这么一段叫做《黛玉焚稿》，好，特别好听。是。我忘了。嗯，你忘了？你忘了就别说了，你忘了？好吧。你得唱唱《黛玉焚稿》啊，您来来，唱起来好听。是。在我唱的时候，朋友们就不要乐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唱这个大伙就乐。有可能是我这个模样长得喜庆哈，喜庆咱单说啊。黛玉焚稿，哎，当你看当你看当，这就够可乐了，您别一惊一乍。梦下这不挺好吗？园林草木长，楼台说什么呢？哎，您就别让他搭茬，他巴不得不唱呢，知道吗？我上来，那别搭茬了。你看看，哎，我就知道你要抱我去。保护我啊！谁保护你？我保护我，保护着你吗？梦下打头来呀，当然了。哎，我真来，我不说了。梦下园林草木长，楼台倒影入池，有完没完了？你有完没完了？你管人家干嘛？梦下，别了，人这蒙三回了都。园林，哎，老盖不好，草木长。楼台，严肃啊！倒影，碎嘴子，入池塘。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奄奄不起床。他越，你多这嘴干什么？用你喊好，用你喊好，对对对，梦下。今儿一晚上就梦下了是吧？怎么了你？一病奄奄不起床，哎，他月儿也不复，生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白日里神魂颠倒，情思倦到晚来，彻夜无眠恨楼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般了，病的一个杏帘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压火压火，咳嗽不住，应声而扬，娇喘难停，粉鼻儿张，樱唇儿迸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梦想、啊哎、我不是你们听出哪儿好来了这个他说再来一遍吗怎么再来就再来一遍啊像吃了蚊子了你怎么了你十劝吗这不是没听说过梦想你今天就夏天就得死知道吗还梦想呢这是白云鹏对对对白云鹏的媳妇儿您可能也听说过谁呀、啊、唱河南坠子的叫乔清秀哎呦乔清秀这两口子哎呦、啊、知道告谁吗 这告谁啊告谁啊不知道废话我哪知道唱数来宝的叫张三张三张三可不是东西唱快板的唱快板唱快板不是东西着呢哎、好人少、嗯、他们为什么鼓掌呢因为唱快板的好吧梦那行了这张三、哎、张三坏着呢是是是是、啊嗯、白云鹏啊他这个张三上白云鹏他们家去玩去了、啊、白云鹏没在家哎呦张三跟那个乔星秀说了几句玩笑话是吗正这会功夫白云鹏回来了、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哎、呦看了一个满眼是吗醋海声波哎呦来到高压线把张三给告了告了嗯你爸爸看完状纸嗯得了得了回事的到班房叫喊堂的喊一嗓子怎么样就说老爷我要升大堂哦升堂审案刚说要升大堂、啊、他母亲听见了我妈就周旋呢、啊、跟他爸爸说了说什么呀老爷依我看咱不能这样啊，咱不能升大堂怎么呢你琢磨你是个戏迷呀、啊、到时候你在戏堂上你堂上你唱起京剧来、哎、我妈的嘴子够碎的你知道吗唱起京剧来三伯牙医可就不尊敬你了哎呦依我看到你应该升二堂二堂与屏风到时候你唱京剧我就吹屏风哎呦你、哎、知道吗到那个时候你就唱不了了呀春季到来你行了碎嘴子这是升二堂哎升二堂他爸爸一听也有道理内堂啊二堂有屏风啊对对对他一唱戏他就吹屏风嘿不错叫喊堂的喊一嗓子、啊、就说老爷我要升二堂二堂喊堂的琢磨了啊我哪会喊堂啊卖药堂的他是个卖药堂的呀是不过他很聪明怎么呢按照卖药堂的味儿喊啊站在堂口手捂着耳朵还真好听是吗怎么喊的怎么喊的哪位在板房啊接着忙的单老爷升堂嘿、哎、没羞没臊这位老爷升堂是你爸爸一琢磨我赶紧出去吧怎么呢堂都熬得了哎啊一会儿粘上了哎呀没听说过带原告是白云鹏上场白云鹏小人给大人鞠躬老白爷白云鹏啊有什么冤枉从实说来吧说吧白云鹏有个毛病什么毛病怯官哎呦怕看见官哎呦说不出话来害怕怎么办怎么办他很聪明怎么呢把打官司的词儿改成京韵大鼓了他唱上了又唱哦，哦，这么唱的啊？哦，是吗？当里根里根咚，啊、哦，起什么哄啊？你要不给这前奏呢？一会儿买票啊！买什么票就买？买两张票。买什么票？当里根里根咚，未曾开言泪飘零。尊声大人在上听那一天小人没在家下来了个数来宝的叫张三那张三到俺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是青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好哎一贯的这是你爸爸一听啊不能听他一人之词啊对对对带乔清秀嘿乔清秀上场是我给你瞧瞧哎你瞧乔清秀这乔兄就是螃蟹啊小女子给大人鞠躬这拿的什么呢这是坠子板啊哦他带着坠子板来了、啊、哎呦乔兄秀啊有什么冤枉从实说来吧说吧乔兄秀也很聪明怎么呢他把打官司的词儿编成河南坠子了哦唱出来他也唱上了哎呦怎么唱的啊是是是
小女子上堂路已不敢呐、啊，尊一声我的县长老爷，细听端详啊，脏脏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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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脏啊！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就没在家下啊，来了个书来报的。他叫张三，那张三大俺家没有别的干呐、啊，调戏民女就为哪般？小女子说了一声不应允呐、啊，他抢了奴家800万块钱。哇，小女子身子软是不能抵抗，我的大人呐、啊，我有身孕1000多天。哎、哇。这妖精这直觉度来疼男人，八成小产要把孩来添，望求我的县长啊，滴个隆咚，哎呦，与俺做主啊，嗯，哎呦，嗯嗯嗯若不然没有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啊！咿呀哎呀哎呀咿呀哎哎哎哎哎哎哎，还来一抖这怎么着？还唱完了是？你爸没听？张三太可气了，好气！这唱快板的太可气了。对对对，带张三是是是，带案的是个拉洋片的呀，哦、拉洋片的锁链子一抖啊，拉上来了，他唱上来了，他也唱。堂口的先生们齐留神，你们打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慢针，叫声张三你就跟着我走了吧，唱唱刺不冷冻唱、哎、关将你到堂上哦，命归阴哦，哎，这怎么还有锣鼓家伙呢？这不是锁链子吗？哎呀，好，张三一瞧，这不是小心眼吗？认识，咱俩认识。哎呦，你拉洋片的啊，我臭要饭的。哎嗨，臭要饭的、嗯、我臭要饭的。对，您丐帮的、嗯、咱俩同行啊。哎，同行啊，同行啊，你当差了不起了啊，你会唱我也会唱啊，你也唱。小心眼儿，你别穷酸，你何必跟我拉洋片的呱唧呱唧呱唧呱，这怎么好板儿啊，锁链子呀。哎好，走，叫我走、哎、我就走，跟你一道大堂口跪下。哎，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哎好，他知道往那一跪。是老爷说了，老爷说张三呐，调戏民女之事从实说来吧。说吧。张三狡辩呐，还得狡辩。尊大人，您听我言，调戏民女可不是咱白云鹏，他端我钱事到如今没还完。那天我去他的家，他媳妇说我调戏他的呱唧呱唧呱唧呱。哎，这么贫，这位是怎么这么贫呢？嗯，是不是你调戏的？你跟我唱个什么劲儿啊？啊，你唱楚来宝，那唱河南坠子、啊、那个唱京韵大鼓啊，欺负老爷我不会唱是不是？啊，唱两句让你们听一听。一见张三怒气生，不由得本官独无名，调戏民女该何罪？咆哮公堂你为何请？将张三责打死是滚呐、啊啊啊！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呐、啊！退下去打。嘿，掌刑的是个跑汉船的呀。对呀，板子一抄啊，打上了。他唱上了，他也唱。老爷命我想你打，叫声张三听根呀，调戏民女干得喝醉呀，屁屁屁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黄啊，哎呦啊，看你执法不执法，那好嗨呀，啪啪啪啪啪，哎，好打他屁呀！这么一打不要紧啊，张三屈打成招。哎呦，赶紧叫师爷画供吧。画供，师爷是个唱竹板书的呀。对呀、啊，笔杆子一抄啊，写上了。他唱上了，他也唱。老爷他要当县长，不会问俺真荒唐。哎呦，师爷这么一唱，是他母亲听见了，我妈听见了，就是周旋呢。啊，他母亲心里琢磨了，怎么呢？哎呀，怎么这么乱呢？啊啊，这哪是公堂啊，那这是这三里屯啊。哎嗨，改茶馆了，太乱了。是啊，他着急着急，你倒是吹屏风啊。吹呀、啊、他忘了，忘了打后边出来了，出来了一撩帘啊，他也唱上了。是吗？忽听堂上锣儿嚷嚷，不由得奴家心里慌，走上堂前用目望，老爷不该唱儿黄，噔里个里个里个噔。好，
我忘不了这个。他母亲一唱，他父亲听见了，听见了，明知道是你母亲，但是还要抖一抖官威。官威，回事的后面何人喧哗？回事的，回事的是个要饭的呀。是啊，跪地上一嗓子，这个难听啊。什么呀？老爷，那是俺家太太呀。嘿，哎，全想起来了。